我的名字叫林俊斌，今年25岁，我是做这个资源回收，还有就是垃圾承包商。啊，贵了，了我也是买土瓜。我的汤是大骨熬煮的，你熬越久它就越香。那我觉得加了蛋糕粉可以帮助那个汤口更加鲜甜啊。它的猪肉粉是就是便宜好吃大份。在目前呢，应该是很少看到年轻人家楼里拉那个垃圾的，很少。最年轻的应该是我的孩子。要吃什么？今天有什么？我觉得它的咖喱啊，它的咖喱都很浓郁啊，它味道，它的咖喱香哦。啊，今天手动很大只又新鲜。啊 ，boss， 叔叔 honey 一度。paling famous kali susu ani ya, good dia punya rasa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是一个配套，就是一定要叫的东西，就是牛奶、烤面包还有那些的嘛。每个行业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在。我的愿望是他们越做越大了，比我更加好的成绩。